阿善又係喎，你出嚟，又出嚟玩人嘅。哎呀，搞成咁樣真係門前三包，佢又責任㗎，做咩嚟啫？做就唔好啦。係啊，阿姨嫂，你嚟啦！哎，飲完茶翻嚟啦嚇，冇打包俾我咩？呢度咁亂，點解你唔話嘅？哦，得得得嚇。 咁熟嘅，你嗌佢哋嚟擺㗎？唉，大家都係服務群眾啫，係嘛？服務群眾？係啊係啊。哎呀，搞到乜烏煙瘴氣，仲係服務群眾啊？係啦，你放心啦，條街有環衞工人掃㗎嘛。嗱，如果早市一散嘅話，佢哋就走㗎啦，咁啊自必然乾淨啦，係嘛？ 哎呀，我要多謝佢哋先係啊！即咁起碼我哋做少好多嘢噶嘛。嗱，你都知噶啦，先嗰排我哋搞個訂餐服務，搞個踢曬腳嘅係咪？咁又係啊嘛，即之前咧嗰啲客要訂餐咧，就你個個都唔同口味噶嘛。咁我要過呢樣，過嗰樣，做咗一隻積咁都做，做佢唔掂。咁後來咪啦，呢啲人嚟咗之後咧，咁嗰啲人想食就出嚟買，買完翻房間食。 我做少好多嘢添，系啊，嗱嗱你睇下哇，呢度几多品种啊，冇重复噶，仲有咧即肠烹饪，哇，符合晒我哋西关美食嘅特色啊，嗰啲外省客人都唔知几中意嘅，哎呀，一家便宜两家着，啲街外钱咪俾人哋赚下啦，我哋又落得嘅轻松，几好啊，系啊，轻松啦，你唔怕俾城管话你啊，纵容乱摆乱埋？ 点会啫？城管嚟啦，我通知佢哋走噶啦嘛。佢鸟兽散啊，佢点会话我纵容啫？系咪？二嫂啊，我真系服咗你啊！你仲通风报信啊？哎呀，你啊，为咗自己方便搞乱个市容卫生，咁都得嘅，真系冇噶。查实咧，我觉得几好啊！你睇下，哇，几热闹啊！条街，简直一片欣欣向荣嘅景象，系嘛？兼且啊，仲方便咗我哋呢条街坊咧，买早餐又方便咗，买零食又方便咗，系咪？ 放心啦，傻叫一翻嚟啊，餐厅一开翻，我识嗌佢哋请。系啊，最怕傻叫未翻到嚟啫，就出事啦。大哥，系事，有事都系好事，冇事。翻去唞，翻去唞吓。系啊系啊。哎呀！老豆，做咩事啊？做咩啊？做咩啊？我哋唔得啦，翻去先啦。翻去先啦。 诶，大伯，哎啱啦，做咩？我有个朋友咧，就拎个支云南白药喷雾啊，几好噶，止痛啊，咁啊，啱俾老爷啊。唉，老豆呢镬真系俾你跣到摊摊腰啊，好彩冇整亲筋骨添啫。佢老人家咁硬净，点会有事咧？我有事佢都未有事咧。哎，你喺度啊？啊！ 黄道系咪？系啊系啊。啊，做咩啊？带团经过呢度啊？系啊，今日带一个外省团，听日就要入住你哋旅馆咯噃。哦，咁啊嘛，冇问题。诶，你即管你嗌佢哋嚟啦，我会安排好噶啦。咁我哋仲要包一个早餐团餐，但系你间餐厅好似都未开噃。诶，得噶啦，我识安排噶啦，你放心啦吓。咁就好，咪到时候啊，要我啲客人啊喺外面帮衬啲酒鬼啊。 仲有咧，我前一排仲听讲有个老人家喺度跣亲添。嗰个老人家咧系我老爷嚟嘅，不过依家冇事，你放心啦。见过鬼仲唔怕黑咩？你见到而家成条街干净晒，我抨扯晒佢哋啦。嗯，咁就只好啦。我哋系要按照每人每日10蚊嘅早餐费嘅，而且我哋仲包咗3日噶，供唔供应得到啊？冇问题嘅嗱。 即系我咧就会揾嗰啲卫生条件好嘅食品加工场去订餐，咁咧就务求咧按时按候咧就送到上房间，咁你满意啦，包好食得饱，食得满意吓。嗯，好啦，咁都仲得，好啦，唔该晒你，唔使啊，好，拜拜。10蚊，啦啦啦，呢啲就系食品加工场嘅板嚟噶啦。哦，咁啊，喂。
而家配送室認真企你噃嚇，啲人食啊包料安全嚇。係啊係啊係啊，嗱又有炒飯啦，係咯係咯，嗱意粉啦，哇仲有沙律添，好豐富啊。話時話10蚊有咁多嘢，抵過抵死嘅。係啊，不如咁啦，我哋叫翻屋企做主餐啊。好啊，得啊得啊，真係。咩啊？10蚊咁多嘢，如果係啊，我牛跛自己腳啊，都夠食下半世啦。是10蚊一盒啊，唔係10蚊咁多嘢啊！哇，使咁啊？喂，10蚊一盒照睇咧就乸嚟咗啲喎，係咯，未夠食牙罅啦。係咯，真係啊！幼兒園啲細佬哥食啊，都掹掹緊啫。咁而家點轉啊？我知點轉啊！真係，我已經行運曬咁多個食品加工場啦，呢間算大盒添啦，已經。喂，不如？跟他導遊說一下，提到餐標啊。大伯啊，大隻合同簽了的。那你現在只是擺到明做蝕本生意而已。不止的，靚女。他們20多人呢，要在這裡住3天的。即是等於我要蝕3倍，你明白嗎？喂，二嫂，我問一問，那你10元早餐，是不是一定規定要吃什麼？是不是沒什麼規定的？咁佢又冇規定，只要乾淨企，你食得飽就得啦。哎，咁好辦啦！嗱，嗰3日早餐，我同奶奶同你搞掂佢。啊！得，我同你老豆兩個啊，以前喺工廠裏頭嘅飯堂度做過噶嘛，係幾好啩？嗱，唔好出去訂啦，我哋兩個一於就搞掂佢。哇！好感動啊！多謝奶奶。點啊？檢查下，乾淨企理。不過咧，搞自助餐我驚你頭都大喎。嚇，供唔供應得嚟啊？哎，不過你夠啦，姐姐，我哋預咗20多人㗎。你頭仲有啊？我哋入去攞。係啊係啊，唔錯唔錯。得啦，你可以嗌佢哋起身㗎啦嚇。好，我哋做好曬所有準備啦。千万别着急啊，慢慢啊，不要抢，不要抢啊！来帮啊！你也上来呀！哎呀，刚刚听到，哎，放手！你呀，你看清楚啊，这只手不是玉米啊！不好意思！哎，张美丽，我先抢到了！水邊咗？唉，加多啲水落去，咁就多啲筆下，水多啲佢頂好嘛嗱。吃好了是吧？啊，哎，慢慢走啊，哎，慢慢走啊。你好，王导，今日幾好啊？唔使揸唔使搶係嘛？係，總之就無驚無險又搞掂一餐。我心都咁早住先，要等所有旅客食飽曬行咗出去先算噶嘛。哇！都已經走到7788啦，係嘛？係。有過嚟咧。哦。不過嗰度仲剩翻咁多嘢，斷估得夠隻瘦骨先食啦，係嘛？希望係啦。嚇？我出去睇下其他團友先。哦。希望咩意思啊？
怎么没有了？重要啊！那厨房里头还有几个馒头，就只有馒头吗？还有几个鸡蛋，我去拿给你。去啊。哦。来，先生，继续吃，继续吃啊。啊？只有这些啊？那还有一些麦片和半瓶炼奶的。哎呀，讲嗱嗱声冲埋俾佢啦，嚟去啦。麦片来了。哇，你不是吧？你吃东西的速度比我冲麦片还快啊！不好意思啊，唔记得同你哋介绍添。呢位阿先生咧就系我哋嘅长期熟客，佢最中意嘅咧就系去日本参加大胃王比赛啦。佢仲攞过两届嘅亚军，一届嘅季军噶。吓，大胃王？还有没有啊？吓？行吧。咩事吓？今日闹搞啦，真系。咩啊？记唔记得琴日个大胃王啊？佢惊住咧，好似琴日咁样唔够食啊！晨早流来一个人走去餐厅嗰度咧，将啲食到七七八八啦。咁嗰啲客已经入到嚟，见冇嘢食咧，我炸晒型嘅，而家点算咧？即系咁点搞啊？真系，哎呀，咪啦，嗱嗱声咧喺我哋嘅冰箱度抄下食定啲咩嘢，冚唪唥拎晒出嚟啦。攞晒我哋啲嘢出嚟，咁我哋今晚食乜嘢啊？我哋好闲啫，啲客紧要啊嘛，嚟嗱嗱声啦。刚才他说只要在家里吃剩的都拿来餐厅给客人吃，把我们当成要饭的了吗？你安排我们是什么接待点啊？不成，我们要退团费。不对，我们就法力姐姐。我完全不知情的，他们的错。你搞乜嘢啊？导游唔系咁啊！哎呀，今朝早嘅早餐啊，系我哋两公婆同埋个仔啊，急手急脚啊，煮出嚟啲新鲜嘢，你冇隔夜嘢噶。你都识讲啦，你两公婆同你只仔一家人，你讲咩都得噶啦。我唔理啊，嗱，而家大家都喺度投诉啦，咁公司肯定系怪我噶啦。我反正就系唔会帮你哋孭镬噶啦，你哋谂好点赔偿啦。喂，我哋赌你咁多，同你煮早餐啊！貼人工貼錢啊！仲賠啦！嗱，合同我都攞咗嚟啦，裏邊寫得好清楚，$10一個人，包食好包食飽嘅。你哋而家冇做足，就係你哋嘅錯。仲要攞啲剩飯剩出嚟俾我哋大家啲客人食喎。哇！真係睇唔出你哋間店係咁嘅樣啊！金玉其外，敗絮其中。喂，講一講啊！你看老人家都出来带头坑客，这个年轻人也好不了哪里去了。是啊，你别讲嘢啊，真系。哇，几啊岁都未同俾人嚟咁啊，做质过嘅真系。哎，咁乱嘛，你啊，别装啦，退还费。你听我解释啦，你听我解释好唔好？其实呢个事情，退还费，唔系啊。你咁啲人信咗佢講先散咗啫。咁啊係啦，連個導遊都知道係貼錢做生意嘅啦嘛，係咪啊？佢仲叫我哋包埋最後個餐喎。係啊，唉，咁啊好咯。睇嚟咧都仲要辛苦兩日啲老人家捱埋聽日先得啦。唉，嗱，我話俾你知，你搞我。係啊，我啊唔會再服侍你嗰班客噶，諗啊嘥心機捱眼瞓咗俾人屈。今日啦，哎呀，唔激到爆血管就算偷笑啊！真系，二嫂啊，老爷妈子真系唔挨得噶啦，再挨啊真系顶唔住噶啦。哎呀，
我都知道，好难为他两位老人家。但是点收货呢？大伯。嗱，你唔好望住我啊！我一个人搞唔掂噶。搞唔掂咁？嗯？我啊，二嫂啊，我饭都煮唔好啊，点搞你嗰啲团餐啊？死啦！依家呢个时候咧，我真系最挂住阿娇啦。如果嗰只傻婆喺度啊，我使鬼做到咁踢脚咩？你而家讲呢啲嘢多鬼鱼啊！啊，咁样啦，叫外卖啦。吓？叫外卖啊？依家啊，辛苦老爷奶奶去做啊，仲要贴埋钱啊，都吃力不讨好。如果订外卖嘅话，订几多先够佢哋啊？吓？特别嗰个大胃王啊，我谂你炒成1000蚊炒粉俾佢啊，佢都未填得饱啊！哎，系喎，食嘢，老爷妈子啊，你哋肚唔肚饿啊？不如煮个面俾你食啊！系喎，整个面你食啊！谷到一肚气啦，仲食，又冇胃口啊！我都唔想食啊，清下个肠胃，个人仲好啲吓。唔系喎，喂，老豆妈子啊，咁成日唔食嘢点得噶？需要你嗌我哋啦吓，喂，大伯啊，唔怕噶，唔怕噶。你知唔知而家咧有啲斷食法啦？即係人心情唔好嘅時候咧，就餓下自己，又可以清理腸胃，又可以調節呢個身體機能，幾好幾好。嚇！餓自己，清理腸胃，調節身體。誒，有咁講法嘅咩嚇？梗係有啦，我都親自試過㗎。呢啲叫辟谷法啦，而家歐美好流行㗎。之前咧早幾屆有個奧運會嘅女短跑冠軍，佢每個月都試一次，一樣攞冠軍。哇！好犀利，好嘢。不過好似後邊好似心臟病死咗。嚇！哎，記住，你跟我嚟嚇。前邊嗰啲你可以講，後邊死咗嗰啲你又唔好講。你跟我嚟，去邊？不是这个意思，就是说呢，既然你们来到我们店里来住了，是不是？就是说我有好东西，我当然要跟大家分享了，对不对哈？那么呢，就是意思就是说呢，你要休息了嘛，因为你们经常这样奔奔波波啊，去旅游啊，自然就肠胃会受损了，所以你呢，让肠胃静下来，那个叫什么法？断食法啊，这样让自己晋升，明白没？晋升啊？对，那不是当太监才做的事吗？我不是叫你当太监呐，其实呢就是，就是让你干干净净的，让那个肠胃舒服一点而已。你别忽悠我们了，看样子是不是旅行团出什么猫腻，想省掉我们明天的伙食啊？对，肯定跟之前撤退好了。没要投诉啊，绝对没有了，别千万别投诉。就其实这个我一点都没有骗你了，我是有事实根据的啊。就像这个靓女哈，你看她哈，长得像18、19哈，其实人家呀就已经有40多岁了，她就是靠这种疗法，搞到自己这么年轻的啦。哎呀，你骗谁呀？没听说过不吃饭还能让人变漂亮的？对。这位大哥，我告诉你，我们没有骗你的，是真的有断食疗法。好呀、他就针对你就是那个精神不振啊，身体发虚啊，特别有效。好了，哎你，总之呢，我们明天会准时过来进餐。啊，你们少一小职务啊，也别想骗我们。嗯，对。哎，大姐，哎，你皮肤身材好好哦，难道屁股真的有作用吗？当然有作用啦，非常之大啦，这个作用。你们聊下，我有嘢整啊，啲吓。你看我这么胖，老是减肥不成功，真的有这么好的办法？我咋知道啊？你要不要试一下呗？试试就试试呗。再回去呗。小林，一起去吃晚饭啦。我要屁股啊！你还屁呀、啊？你中午饭都没吃了呀？老板娘说了，要屁股一天的，屁股三餐才有效的。你这样不行的呀！我必须这样做了，我这么肥，我要屁股了。你还肥啊？早餐好了没有啊？是不是要看见我们这一餐啊？再不上来，投诉你们的。早餐！哎呀，我都知道，哎，不吵，马上就好，还有10分钟哈。啊，对不起，真是，来吧。
蒸多兩爐，做得似先得噶，唔夠人手。快啊！大家冇吹到人都冇啊！邊有吹到咁嘅字？哎呀，又有冤打啦！快啲幫忙，你咩人啊？混蛋！快啲嚟嚟嚟嚟嚟嚟！俾佢坐喺度，坐喺度。快啲快啲嚟！嗱，好聲啊！嗱，慢慢拉開啲。做咩咁論盡啊？哎呀，咁嘅啫。都叫你哋快啲煮早餐啦，肯定係餓暈㗎。嚇！不是，他不是不吃早餐咯，暈的。嗱，你聽見未啊？都唔關我事。誰說不關你們事啊？就是你們的錯啊！就是你們那個什麼屁股減肥法，害成這樣子啦。哎呀，佢又係嘅，真傻咗未好翻啊！瘦攞條藤咁，仲減乜鬼嘢肥啫？快快時，冇咁多啦，你哋俾啲糖水佢食啊！你扶佢起身啦，快啲。嗱，小心嚇！你覺得怎麼樣啊？好翻啲未啊？嚇！哎呀，騙子！你這個大騙子！做咩啫？說什麼屁股精神好？我怎麼一屁股又沒勁啊？你都唔食飯落肚啦，梗係冇精神啦，係咪啊？要食肥啲先再減到肥噶，你都冇肉點減啫？食多啲食多啲嚇，冇事嘅。我不要，我要吃早餐。早餐。哎呀，喂你好，哎呀，阿嬌啊，哎呀，你就知道翻嚟啦。話時話你而家喺邊度啊？火車站。嗱，唔好講咁多嘢，嗱嗱聲帶的翻嚟嚇，我埋單。